最近我有看到一个文章，伊咧讲关于你那、你的边啊死哦，你要创啥 ？Top 10 ways strategies to deal with a dead horse 哦，你的边啊死，你要创啥？啊，当然是用英文的个。伊想讲头一个，你都袂甲有力的这个边啊，你们上拍你的马哦，死落你要怎啊拍伊活起来？第二，你都换迄个咧骑马的人，嗯。第三个方法是你就组织一个委员会，通来去研究哦，到底这只马是怎啊？第五，创一个小组，通去救活这只马。第六啊，第五哦，你啊，赶紧寄一个书信出去。讲这只马哦，其实唔是真是死去啊。第六，请一下用这些钱哦，去请一个公所端来讲，这个那个真正的问题到底是什么？第七，一个方法就是将几六只马给合起来，哈、啊，同国家紧，国家有效果。第八，你另外写去再写，到底我的马是什么意思？哈、啊，什么才是我的马？第九，你会做报告宣布。讲其实哦，马那死哦，啊，较好较紧，搁较省钱。啊是第十，你该升级，该变做监督哈、啊，因为监督有时阵无咧创啥，死马就无问题。我嘛咱知影，这个文章其实是咧讲相关的点，但是咱知影，因为咱知影讲，其实马那死，你唔能搁该拍咯哈。英文一句话讲是 "Don't beat a dead horse"， 马那死咯，唔能搁该边拍。最近我看到另外一个人，名叫 Eddie Catchorsit， 伊讲一句更加水哦，伊讲你的马若死了，哎呀，你就赶紧落马了，落来了，马若死哦，唔是钱啊，唔通该拍，你就赶紧落来了，因为你的马死去了。为什么人呢真爱找办法哈？死马要怎样救活？拍个大力，要找办法，各该从何说呢？因为人哦，真自然，咱无爱改变，咱无爱改啦。好、哦，我的马是安尼，从早就安尼咯，就是继续安尼啊。咱真无爱改变，咱无爱改。有阵啊人，我唔知你注意到，伊那想法那安尼咯，伊那定咯，就袂改咯，真艰苦改，甚至咱在讲无可能性哦，无可能伊会改变。你唔知不拄着安尼款的人无？可能伊是地位真贵，可能真有钱，可能真有名声，好、哦、还是真出名。你讲这个人哦，无法子啦，吼，咱连要去接触着伊，都无可能接触着伊咯。咱要怎啊改变伊啊？这个是无可能的代志。那安尼，咱要创啥呢？今仔早起哦，咱要来看一个故事，伫《路加福音》第十九章第一到第十节。咱要看到一个人，伊怎啊生命有一个真正大的改变，甚至这个改变是忽然间的改变，这个改变佫带来真大的影响力。到底这个故事哦，咱来看的时阵，咱来看咱要怎样看到人的生命改变呢？有法吗？人的生命有法通改变吗？甚至这个真重要哦，因为咱教会的意向，我唔知你知影，麦加蒂福音教会的意向是啥物啵？咱爱 see life transform， 就是咱爱看到人的生命得到改变，要怎样来做？敢有可能吗？人的生命敢有法通改变吗？对这个故事哦，咱们来看到这个代志。唔单单呢，我感觉这个故事阁真水哦，因为咱会看到真侪，咱伫路教会，咱已经咧查考路教已经一年外了，真长的时间。对这，咱们来看到真侪以前咱学着的功课，对这加一摆重复，互咱搁再一摆学习。来，咱来看路教会第十九章第一到第十节。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正经过时阵，有一个人名叫撒该。伊是做洗礼的长，洗礼长是一个财主。伊要看起耶稣到底是什么款的人，只因人真多，伊的身量阁真歪，所以看袂得着，就走到头前，爬上这个生财主，要看耶稣，因为耶稣的确对遐经过。耶稣到了迄个所在，举头一看，对伊讲：“撒该，赶紧落来。”今仔日我的确点伫你的家内，伊就赶紧落来，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。众人看去，拢私下议论讲，伊竟然到罪人的家内去徛。撒该徛着对主讲：“主啊，我将所有的一半分予双向人，我那误扎了上下，就还伊四百。”耶稣讲：“今仔日救恩到了这个家，因为伊也是阿伯拉罕的子孙。”人主来为要是
切拯救失丧的人。这个就是咱教会以上哦，以及我讲，咱教会以上是要看到人的生命，生命改变。这个改变的过程怎样发生啊？怎样发生？有三个步骤真重要。看到生命改变，才到认捌主基督，然后才到甲人有联络，有迄个联系。第三，制作门道，这个一步一步，对这个故事里面，咱会看到。所以头一点，咱要怎样看到人的生命改变呢？对这个世界的生活、的生命，咱怎样看到伊的生命这个改变啊？头一项是认捌主耶稣，认捌主耶稣。因为对第一到第四节，咱看到讲世界伊真爱看到耶稣，所以伊才做犯罪代志。你注意到，伊唔单单白手吼，伊就阁走去头前，伊就阁算看到底耶稣对假假还是对假假啊？耶稣一定对假假，所以就爬去树顶，唔单单伊阁对树顶底下咧等。为什么撒该要创出来啊？会记得撒该是一个有钱人，撒该是甚至一个真有势力的人，伊是这个势力长啊！哈，伊唔是普通势力，伊是势力的长，大家人拢捌伊。大家人应该捌这个名哦，撒该这个名是真出名的，甚至大家人应该捌伊。今仔日撒该这个名，撒基约当然真普通啊，吼，嘛是有人名叫撒，兼是哦撒哦撒，咱经常叫人名叫撒啊，都无啥物特别啊。甚至有人讲出名哦，这个名就真古锥，兼是有一块歌囡仔歌。撒基约 was a wee little man, a wee little man was he.Zacchaeus, you come down. 这个歌人说真熟啊，真趣味啊。但是当时你知道，人若听到撒该这个名，哇，可能怀疑人，撒该哦，大牌人哦，那个我是无爱甲伊做这哦。甚至有人可能用撒该的名来骂人吧，哇，你犯撒该啊，你甲撒该上体哦，哇，人会真生气啊。刚才你讲我甲撒该上关啊，人真无爱伊。为什么哈？为什么撒该那会做犯罪代志？要来看耶稣，因为圣经讲，罗家可能了解，因讲，因为伊爱看见，伊爱看见耶稣。为什么伊爱看见耶稣？为什么伊要爱看伊？伊要爱见伊？会记顶一摆，咱就讲着，你若爱看正物件，你若看着，你若真实的看着，到落尾你若明白，你若看有。你无法通无相信，敢是？所以你要决定要看，就是你决定你爱来认捌。当你真实认捌的时阵，你无法通无信，你无法通无信。所以撒该有一个好奇的心，伊爱来看见耶稣。哦，这个对倒落来，圣经无直接的讲，但是我相信是因为伊听到真侪风声，听到真侪消息，真侪人的见证，讲关于这个主耶稣，所以伊也是爱来看。伊爱来认捌到底这个耶稣是啥啊？所以当伊看见的时阵，伊就认捌耶稣。生命要改变头一步，就是要来认捌主。认捌主就是对这个好奇的心来开始。这讲课真特别哦，真重要。因为会记得无几章以前耶稣讲，这个骆驼要经过三个目，比这个有钱人要来进入上帝国也阁容易。哈，意思就是讲，有钱人要进入上帝国是无简单、无容易。而且，正一个予咱真水的譬喻，撒该是一个大有钱人，伊却生命伫度改变。哈，所以是有法的，伫人是无办法的，但伫上帝内面，凡事拢有法。这个改变伫倒落开始，改变是对。认捌主开始，然后认捌主是对好奇的心，所以这个属灵的进展哦，的过程，咱是讲对无好奇 ，not curious， 变做 curious， 变做有好奇的心，然后变做信徒，变做门徒，变做一个栽培门徒的人哈，这个是属灵的过程，所以真重要。头一步是啥？对一个人完全无好奇，完全无兴趣。啊，主耶稣，我无爱，我唔捌伊，我无爱去捌伊。然后咱接着咱的生命，接着咱的生活，咱的见证，和跩人有好奇的心，对无好奇，好奇变做因好奇，因爱来认捌。所以咱做主的门徒，真重要是咱就来了解到底我的生命，我活出来的生命，会和人好奇还是袂？人看到我怎样活，怎样讲话，怎样做代志，会产生这个亲像盐哦，
暂时你若食伤侪，也袂看哪子，你会吹大，你爱啉水，敢是？所以咱的生命有这个盐的效果无？这个盐的效能，就是咱的生活会产生，互人会有这个吹大，因爱来明白，因爱来知影，因为生命的改变头一步是接着明白基督。第二步要怎啊生活，这个改变呢？是甲人有联系，甲人有这个联络。第五到第七节，耶稣到了迄个所在，举头一看，对伊讲：“撒该，赶紧落来！今仔日我的确点伫你的家内。”伊就真紧落来，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。众人看起拢私下议论讲：“伊经到侪人家内去徛去。”等耶稣停伫遐，然后伊再讲伊家己邀请家己哦，要点伫撒该的厝内。我相信在边头的人听到的时阵哦，感觉真奇怪啊！这个立碑哦，这个先生，这个拉拜是头壳有偏差吗？伊敢唔知这个是上海吗？在亚利哥这个城内面哦，第一大排行就是撒该啊！为什么亚述哦，这个立碑伊哪会去撒该的厝内？伊到底在想啥？好，伊为什么犯罪人犯罪厝内人去？偏偏要去这个大罪人的家来，为什么耶稣那要安尼做？因为咱真想哦，咱想的是，好人唔通去歹人的所在，好像是你若怪人啊，你讲你唔通去交歹的朋友，好的人唔通去歹人的所在，因为哦真容易去影响到啊，好的人啊真紧变歹，啊歹的人啊要变好。无犯过，所以咱讲唔通哦。为什么这个好人，这个先生，哪会去撒该的厝内？圣经甲咱讲，伫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，讲光照伫黑暗内，黑暗却无接受光。英文的翻译更加明哦，因为黑暗未赢过光，黑暗未赢过光。你知影一间房若真暗。你若开一趴黑，无论你是开这个房的黑，还是你有一个手电，还是你的手表，还是你的电话，你该开光的时阵，黑暗甲光呐做一下相赢，光一定会赢，光会赢过暗，黑暗袂赢过光，因为那光来黑暗就无去了。重要的是啥物？重要是咱要了解，咱有迄个光啊是无，咱有迄个光啊是无。咱若有主耶稣，伊就是世界的光。咱若有伊伫咱内面，咱就有光。有光的时阵，主耶稣讲，恁就是世界的光吼，恁是世界盐，世界的光。咱若是迄个光，咱有主的光伫咱内面，咱正做光明的人，咱就会赢过黑暗。咱的生活会赢过黑暗。重要是啥物？重要是咱要去接近因，光就来到黑暗。黑暗才会受影响，光才我当赢过黑暗。以前我有学习到一个传福音的方法，叫做 contagious Christianity， 就是传染性的基督徒。啊，在这个婚姻里面哦，有一个 formula， 伊讲是 HP plus CP plus CC equals MI。我到底是咧讲啥？再个袂明白哈。英文伊 HP 是 HP 是 high potency， 就是真有效能，就是你的光真明，还是你的盐真咸哈？你都真有效力的物件 ，high potency。第二，你得有 close proximity， 就是你有接近啊。好，有光那是真远无动用，盐真咸那是无动着嘴，无食入去嘛是无效果。所以真就有真贵的效率，然后这个效率就瓦棍哈，就有接棍。第三，就有真明显的讲出来，哈，沟通 clear communication， 真明的沟通。所以唔单单有效率，唔单单接棍人，恁就讲出来，福音就该讲出来。那安尼才有最大的影响力 ，maximum impact， 哈 ，MI 是 maximum impact， 才有最大的影响力。真重要诶！咱若有迄个效力，咱得到改变啊！吼，虽然是光，咱是盐，但是咱若无接近，咱若无接近怀人，因未得到改变。第二步，唔单单淋巴主头，这步是淋巴主。第二是咱要甲人接近，咱要甲因有关系。因为迄日哦，当耶稣经过时阵，耶稣无需要停啊，伊停嘛无需要夹头，伊夹头嘛无需要甲撒该讲话。耶稣系最前行过去。啊，无人知影讲撒该伫树顶面咧等个，
耶稣真行过去人啊，但是你注意到耶稣超过伊停，伊国甲撒该讲，我今仔日要点伫你个厝内。为什么耶稣那么安尼做？哈，为什么要安尼做？咱较早学习到一个功课，就是耶稣传福音的方法，伊唔是只那大型的报道，伫真侪人个时阵，伊会讲多。更加重要的，甚至耶稣较爱做的是什么？就是一比一的传福音的方法。耶稣去对属奉的人，伊怎啊接触到跩人，拢是一比一的，伊个人的去甲因沟通。伫这里注意到，耶稣是超过伊的，伊超工要去到撒该的厝内，伊要伫遐甲伊有点钟、有时间通接触到伊。因为耶稣会做伫亚历哥创大布道会啊。哦，刚才是要去一个人的厝内啊，大型的布道会，敢是较好。耶稣选择要去撒该的厝内，要甲撒该讲话，唔单单呢，佮甲伊的家内人讲话，伊的朋友、伊的厝边，甚至我相信哦，可能规个城市拢伫这个撒该的厝外口咧看到底甚物代志发生。耶稣超工找时间要来接触，就撒该甲伊的朋友。最近我咧听一本册，叫做《Simplifying Life》啊，伊咧也《Simplifying Life》嘅册，叫做《Project 333》，就是333诶，这个计划。这个意思就是讲，这本册主要是咧讲要怎样，让咱嘅生活较简洁，吓，较简单，通有时间，通注意到块重要嘅代志。伊讲到几项代志，我感觉真趣味哦。伊讲about 伊讲是 lingering 哈 ，lingering 汉文我相信是安尼延长时间个，就是拖咧拖咧哦 ，linger 就是时间慢慢过去哈，拖时间，我拖时间那有什么重要性呢？伊讲你注意着哦，是当咱咧 linger， 咱咧延长，咱咧拖时间的时阵，真想伫迄个点钟，咱会建立关系，甚至听会对遐开始产生。常常咱啊，食暗顿了后，你若真急，大家人去创个代志啊，都无讲过一点钟。但是有时阵哦，可能是食了，可能是甲家庭，还是你有邀请人客来到厝内，食了迄个点钟无急无赶紧要创办代志，大家坐咧讲过聊天吼，你怎啊咯啊？讲东讲西是伫海点钟，生命得到改变，有时间通好听对遐培养出来。当我读这个时阵哦，我就了解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虽然从退休会的效果是对下来的，因为你想哦，退休会要去到目标，去到大家在去欢欢的所在，那唔像对教会创啊，而是对 Zoom 啊，安尼 Zoom 创，咁是较简单，嘛是讲上怀物件，嘛是上四等，还是六等的讲座，刚刚咧就会做咯。为什么要去另外一个所在退休呢？因为较重要哦。当然，那个讲道重要啦。但是讲道你注意到，无论是市外，还是伫教会内，还是伫 Zoom， 嘛三同讲上怀物件，什么无同呢？那个无同的所在就是，当你去一个退休，你离开嘛，你离开去教外去参加组织的时阵，你有点钟通延长啊，就是早起等了，搁讲过淡薄。啊，早起要行路去住的所在，伫路顶讲过，啊是早起哦排队要去洗喙齿，啊是要去摕早餐，底下有讲过的点钟，是伫怀点钟，其实宝贝是宝贝的怀点钟，可能有时阵发着啊怀是细项代志啊，无怀点钟哦，才真正建立关系。所以最近真侪人看手的时阵哦，因这个叫做 destination wedding。啊，就是去到一个多还是一个较远的所在，三日两暗，婚礼哈，当然婚礼是一日，但是早一日到，然后看守一日，然后落尾你是要倒来个，是伫怀点钟，两三日点钟，你无急啊，你免讲赶紧要接去礼拜堂，然后要接去这个菜馆，有通趴车无？啊，米也晏了，就赶紧倒去咯。但呢，真侪问题啊，但是当你伫一个多顶面举行婚礼哦。大家人真轻松，因为无急啊，哦，食了嘛是等咧，就是去后面啊，绑伫后壁去啊。大家人真侪时间底下建立关系，所以圣经讲着，咱着听候主 ，waiting on the Lord， 其实就是上原则。咱就是有时间，咱已经摆出来了，早起用半点钟、一点钟，我已经该安排出来了，分别出来，这个是我甲主的点钟，无急的。慢慢对遐享受甲主交通的点钟，所以咱若找时间甲人接触，找时间甲人有这个联合的点钟、联络的点钟，这个真重要。
安尼因的生命会得到改变，因因国家认不住，因啊三拄着跩基督徒，因的生活就会改变。注意到伫咱的教会啊，最近咱每一摆呐讲道了后，咱有一个讨论的点睛。你讲讨论点睛到底是要创啥？我都无爱讲话啊，唔免惊。其实你无爱讲话的人，其实不要紧。好，你就是讲 pass， 好，我无要讲话，你坐咧听也是会做。但是重要的是，咱有迄个点睛，通来思想，通来想到底信息讲啥。然后这个点睛，我问，这个是跟咱可能刺激着物件个，你刺激着，未歹啊。甲人安尼有沟通未歹，我阿问你会参一个小组，咱搞个小组叫做 MGroup 啊，你参加 MGroup， 对下你的生活、你的生命会得到改变，愈来愈你会愈了解，讲哎呀，我真是真做一个合主心意的门徒，因为咱唔单单认捌主头一步，第二步咱甲人有接触的点睛，然后第三步就是做制作门徒，做来栽培门徒，第八到第十节。撒该徛着对主讲：“主啊，我将所有的一半分予双向人，我那五杂了上啊，就还伊四倍。”耶稣讲：“今仔日救恩到了这个家，因为伊也是阿伯拉罕的子孙，临主来为要切拯救失丧的人。”当撒该伊看到主的时阵，伊就认捌主；伊愈认捌的时阵，伊相信的时阵，伊的生命就得到耶稣来改变。当伊的生命改变了后，伊真自然的吼，伊投入伫主耶稣的使命，就是主耶稣甲伊讲着创啥，伊爱来做。这个就是门徒，咱讲门徒的这个 definition 哦，伊的解释。门徒就是啥呢？门徒就是一个跟地主，底下和主来改变，然后伊投入要完成主和咱的使命，安尼就是叫做门徒。当世界未拄到耶稣以前吼，伊的生活。我相信规个城市拢真愿意，但是当伊拄到主耶稣的时阵，伊的生命就改变。耶稣讲，伊也是阿伯拉罕的子孙，意思就是讲，世界已经改变了，伊是一个新的人咯，甲以前无同。所以世界伊改变了后，真自然变态人看真明，因为哦，世界当伊得到改变了，伊徛起来，伊徛起来宣布伊要创啥。你想看卖，其实伊会做无徛起来，敢是？伊会做细声甲耶稣讲啊，耶稣，我要安尼安尼做。啊是，伊无讲嘛是会做，吼、哦，敢是？伊藏伫心内，伊无讲，伊讲我若做出来，我则讲啊。但是你注意，伊不得不，伊说伊得着耶稣临拜时，伊得着很大的改变，内面的改变，伊无一通无该讲出来，所以徛起来伫众人面前宣布，伊要创啥？伊安尼做是因为伊内面得到改变。当人看到的时阵，我相信怀人看到杀戒哦，哈，迄个是杀戒吧？这个规日咧偷咱的钱，现在要还咱伊的钱哦。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代志发生啊？为什么伊奈安尼做啊？真自然变偷的人会看啊，因就会好奇，好奇讲，干那钱奈安尼呢？杀戒奈安尼款的改变啊？伊奈安尼款的做法啊？真自然，人就有这个好奇的心，爱来知啊，到底什么代志发生哦？世界哪会安尼做？那安尼，相反，当咱分享咱的见证，分享咱的生命，就是咧栽培门徒啊。因为当别人听到了后，因就会好奇，因就会爱来认捌这个咱所认捌的主，因爱得到迄个咱所得到的改变。因为因看到，因看到，因看到什么呢？在这里，因看到世界做啥呢？世界哦，伊唔是只那嘴讲我信主咯，伊个行动，伊讲钱哦，我一半分到双向人，我那欠上啊，我那偷得上爱钱，我还伊四倍。为什么要安尼行呢？为什么这个钱真重要呢？因为钱哦会看到咱的内心是怎啊。伊在耶稣讲关于钱项嘅代志，比伊讲关于恩典、关于下边国家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钱哦，咱怎啊用咱嘅钱，咱怎啊看咱嘅钱，就会看出咱内心是甚物款呢？咱甘奉献吗？咱甘帮衬双向人吗？咱愿意摕钱出来吗？钱嘅用法就看明咱嘅内心是怎啊？咱若唔甘奉献，唔甘出钱，当坑坑咧。就看到咱内面是甚物款，世界伫遮伊无啊通无安尼做，因为伊真正伫度改变，因为咱怎啊看咱的钱，就了解咱的财宝伫度咯。咱的财宝是钱吗？
啊，是咱的财宝是主耶稣。我讲真特别的哦，直接撒啊罗加无讲撒该罗马伊做啥？伊有缘做生意吗？啊，是伊放弃这个工作？无讲哦，我收伊有缘继续做生意。但是你想看卖哦，伊变做一个完全改变的生意，因为平时生意是咧甲人推钱的啊，现在伊是咧分钱的啊，哈？有洗礼咧分钱诶哦，哇，真特别呐！做一个基督徒诶洗礼容易也是无，我哋讲无容易啊，无简单，但是有法无，靠着主是有法的。以前那嘛是真侪人讲哦，伫菲律宾无法当做基督徒诶律师啊，啊，做政治哦，真黑暗哦，啊是做 media 咯，吼，做电影电视哦，哇，真黑暗，唔茫去哦，唔茫去做哦，咱有法当。在这样的场合，在黑暗里面，我们有办法做光吗？我们做基督徒，上司我们是做律师吗？今天你感谢主，越来越做了。我们有办法做基督徒，但是在政治里面吗？有啊，感谢主，也是越来越做了。那是真重要，不简单，不简单，但是我们愿意吗？当我们真实是跟随主的人，那个是排第一，然后主无论给我们站在哪里，在政治也好，在这个电台也好，无论什么款的工作，无论真艰苦还是唔是，咱愿意为主来活无？咱愿意活出这个救主和咱的生命。咱若愿意行的时阵，咱的生活、咱的生命就会有改变，咱就会影响力影响到其他的人。所以今仔早起的信息真重要，就是咱爱看到生命这个改变。怎安尼？什么步骤啊？头一项，认捌主耶稣。第二，咱甲人有接触；第三，咱来为主做见证，栽培门徒，互人会听到，互人会看到，互因相款的爱来信主。所以，咱爱看到生命改变。我在为人讲哦，看到生命改变，可能真慢的哈，咁看会到吗？刚刚你咧看一张树大长，咁有法当坐咧看嘛？哈，你敢当坐咧看水咧滚嘛？哈，水咧滚。你讲也无聊吼，也无灵啊！啊，一道一道咧进哦，水要对温水高高滚哦，都一百度才会滚啊！每一道咧进的时阵哦，你未看到改变啊，对25度到26、27、28无改变吧？因为到一百度才会水对水会变做蒸汽啊！但是迄个一道一道咧进哦，头头是未注意到。50度、60度、70度上宽啊，甚至78、98、99关在上宽，到99关在上是到一个罗密度，或者99变做100的时阵，忽然间就变做对液体啊液形，就是 liquid 变做是气形哈，伊是变做 gas 咯，变做这个蒸汽了。重要就是咱中心一直做，一直做，一直做，到点钟。咱就会看到改变，好，开始未看到，就是咱用心一直做，一直做，到一个 tipping point， 一个改变的点钟，99变100的时，咱就看到伊的生命得到完全的改变。所以我望咱用心做主的门徒，啊，帮助其他的人，成做主的门徒，安尼，咱就看到人的生命有法通得到改变。来，咱来阿头三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感谢你，因为你呼召了阮。和阮有法通得到生命的改变，和阮得到最好的益处，和阮有新的生命，帮助和阮有法通活出这个新的生命，和阮四周围的人也是会看见，和因也是会好奇，为什么跩人呢？按你看的活法呢？借着安尼，阮通有对因有真大的影响力，和因相款的爱来认捌你。借着安尼，阮就有法通看到人的生命真正得到改变。借着林伯祖，借着阮甲因有关系，建立这个关系，然后阮为主做见证，栽培门徒。借着安尼，阮就要看到人的生命得到改变，大荣耀和你的名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所求的。阿门。